你是新来应聘的司机啊？是的，老板。开车。别管，别管，别管！直走，直走。你看然后那个后面不是那个车吗？我靠，看图是真没有啊！你看你是机动车，我说有个电动车吗？咱那离好远呐、啊，他们经常跑机动车，不按交通规则的。你看这四个轮的，您这是两个轮的，刹车有的比吗？这样了，你先开两周。开两周你就感受一下子就懂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开四轮的包容两个轮的，两个轮的要包容两条腿的，这个道理你要懂。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别来上班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整一个项目。整体的一个或者一个效果图，分两期开发，这个是 H 型 B 型。现在介绍完毕。不错，这个项目我们签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。院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妈妈的事儿啊，好事啊，非常好。总是岁月无情无义的奔驰，这公司经营啊，照顾你老妈，希望你能知道。